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你即马所收看的是全球文化网，我是主持人 Jack。啊，即马吼是二零一零年，咱知影讲今年有发生即些代志，吼、啊，甚至讲有人讲二零一零年是毋是即个世界末日？啊，其中吼有一个真大个原因，咱就知影讲这是甲玛雅人吼因个文化有关。啊，因所使用即个历法是太阳历，有讲着讲吼，伫咧今年有可能会因为某种个原因。 来发生一寡较大诶无共款诶世界变化，啊，即其中可能甲太阳真有关系，所以讲咱今仔邀请到一位科学博士吼、哦，就是咱诶江凤英江博士来到咱现场，甲咱做伙来分享有关太阳诶知识。首先，咱欢迎江凤英江博士。江博士你好，主持人即个好，各位亲爱诶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咱知影讲太阳即个日头，咱逐工咧生活当中吓，就是互伊照一个光明嘛。 其实吼、哦，太阳的影响毋那是照光哦。所以讲首先吼，咱上好先了解太阳伊的体质是什米款。咱请的書咱的江博士甲咱小可介绍一下。咱请来看这太阳，太阳会发光嘛，对。若无光诶是生物就无法度生存嗯，那太阳不断的发光，啊，逐个拢毋知影讲太阳光是位底来的。对啊。就是规个太阳的结构吼、哦，伊、哦嗯、是吼，规个拢是氢氢原子。哦 咱咱咱是当安尼讲，太阳是一个原子炉，嗯，每工在咧发生原子弹的爆炸，安尼讲啊、哦原，原子弹，原子弹是原子弹，伊比原子弹较厉害，伊叫做氢弹，逐<淡>天都有氢弹咧爆炸，啊，比原子弹较厉害，啊，嘣嘣嘣啊，放出光，甲放出热，啊，所以讲太阳的表面的平均的温度吼是六千度，嗯，伊的内部是一百五十万度。 一百五十万度，伊也表面是六千度，所以科学家对太阳嘅了解其实无够多啦。咱即摆看到太阳结构，其实是科学家用间接嘅角度来推想，一部分是推想，一部分是观察嘅。因为咱嘛知影讲？咱要看咱用目睭要看一头，目睭一定看起啊。对啊。除非讲你是你是要阿妈嘅时，看到去夕阳，哦，还小可看得到，还是讲日食嘅时,的時候，你要去摕遮光板落去看，咁才通看到太阳嘅一部分。所以。 科学家对太阳的了解其实无够侪啦。嗯、啊，咱即嘛知系就讲太阳放出来滚滚热哦，偌厉害！迄、那个热咱也做一个比例来讲，一万公里长、宽、高嘅一个立方体，内底头装零度嘅冰水、嗯、一秒钟，太阳放出来的个热量会当规个变得一百度。嗯，一千公里哦，一千公里嘅一个一一个箱啊，底零度嘅水一秒钟就变得一百度。 嗯，你看太阳的光甲日指秒钟放出来？对，看有够有够侪，所以伊是一个足大的原子喽。你伫你伫放你伫放出光甲日来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也是这个，你知当感觉讲最近即几年来吼，嗯會越越，会愈来愈寒，也是愈来愈烧地球。<對>大家拢讲地球是慢慢仔变烧啦，系对。對但是我较早细汉咧读书的时候，科学家拉我讲咧。 讲全世界规个地球要要入去另外一个变号期，会愈来愈冷、嗯。对。欸、嗯，啊，三十年后是讲啊，规个地球愈来愈来愈烧，嗯，啊，安尼、嗯啊、就变到错乱安尼。到底愈来愈烧还是愈来愈冷。对啊。啊，结局答案就是讲，寒天的是寒较比较早较寒，热天的是比较早较热，嗯，两极化。但是即、這个。 气候无稳定有两种讲法，有人讲吼是咱人类破坏即个环境造成，无人讲啊，咱人类可能无法伟大，完全是因为太阳诶变化，才影响着讲啊咱即个世界变化。那到底都一种讲法，即是正确诶？其实两种拢有啦，但是太阳诶，太阳诶迄个迄、那个变化，着讲太阳最近即几年来吼，伊会变到做反常诶，嗯，嘛有关系。所以拄啊拄啊之前。 即个佮你有讲着嘛？嗯，两千空暂时，你说今年的年底有可能，马雅人讲啊都世界末日嘛。对、啊。有一个讲啊，就是讲太阳的磁力线，对、欸，暴风雨磁力线叫做迄个阻力线。对。哦、喔，那那那撮风暴安尼吼，那对暴风對對對雨安尼一来，嗯，影响毛有关系啦。可能咱看过一出电影《尼古拉斯凯奇》，伊所演的一个物理的预言啦，吼，伊是讲着讲吼，伫咧二零一零年个时阵。 即个太阳的即个暴风吼、哦，非常的严重，所以讲即、这个，咱嘛知影讲，较早哩讲到一个太阳的即个闪焰吼，就是以一个火焰吼，汹汹一波来足大，结果啊，地球吼规个全烧去啊，但是即种太阳的暴风吼，若、啊、是有有影遮么严重，敢讲咱地球一点啊，迄个保护的能能力拢无嘛？整个地球的外面。 嘛是有有一个，是的那是吸焦啊，迄个、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主、那個、力线，它保护起来。对。啊，所以一寡一寡对人有害的放射线，那个这也是挡掉的。嗯。啊，若无无即层保护吼，咱、喔、啊一感觉都着佩服啊嘛。无唔对，其实这个主力线吼，都那像是，参像咱地球一个防护罩共款。<對>因为咱知影，这个射线吼，一寡电浆态会受到这个主力的影响，所以讲咱地球本身这主力吼。 就是保护咱诶一个足重要元素，啊！毛人咧一寡科学家足烦恼呢，伊惊讲咱地球敢有一工吼，人讲南北极迄个地磁呢是倒转吼，咱诶主力线呢是万不离减少了一段时间，咱地球顶悬诶生物都都受到足大诶伤害。伫七十七十八万年前诶时候，较早地球毋是像咱即摆南迄个方位是南南北诶是东西，嗯，啊，有经过经过经过。經過 都变，啊！即嘛要阁慢慢啊，要阁变到东西极，要变到诶南南北极，要阁变到东西极。太阳内底伊是温度真高嘛，所以拢变到电电浆的状态，但伊叫做电浆。嘿，哦，电浆态，电电浆态，电浆态就是你固体加热变到液体，液体加热变到气体，气体搁再加热，就变到电子离开原子，原子的中心、嗯、啊，就变到一个叫做电浆态。 归入地球就是电场台，但是电场台是不断发展嘛，但是黑水下底那是叫足大力诶，伊就吸收啊。嗯，电场台到这的时候，无得接近，嗯，伊的作用较少，所以温度较低，所以平均的温度是六千度，黑水的温度是四千度，看起来温度较特别乌乌，所以叫做黑水。对，阿、啊，伊大家就知道，三极诶黑水。所以讲吼、哦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咱自细汉，咱咧学即个学校的科学时阵。 拢学过讲咱物质物质三态，啊，其中一个著是讲咱讲吼液态，啊，著是咱的液态、固态、甲气态嘛吼，著是咱的固体甲咱的迄个气体。其实伫咧宇宙当中吼，即、這个电浆态则是一个常态。迄叫第四态。第四态。<對>啊，即个电浆吼到底是啥物物件？伊著是哪像吼一个物件，敢若会敢若液体共款会会流动啦，但是内底拢是带电、带电，会发光的。 即就是电浆态，啊，所以讲电浆态伫个宇宙当中吼、哦，会受到一个物件影响，就是咱较多讲的即个磁力，因为伊是伊<列>是一个液体嘛，啊<对>，经过即个磁力时阵、哦、吼，伊著变做一个形，甲磁力有关系，所以讲伫个太阳内底若发生即件代志时，阵，伊著是太阳黑子，但是即太阳黑子咱知影讲，伊则是透过一个仪器去看。 看起来是乌的，其实伊嘛是真光啦。哦，唔<是>，也是真光啦，<laughs> 四千度那顶那无光，四,四千度就是讲太阳六千度比起来，伊比较温度较低，所以看起来乌乌叫做乌珠。啊，我感觉同就是伊温度低，温度真高。哦，迄毋是真正太阳乌珠，毋是真正乌色的。哦，迄是因为甲边仔诶白比小比比，避开一个对比吼，一个。 迄个差别，所以讲看起来小可较乌啦，都参像是讲吼，白人顶悬的乌斑嘛，可能嘛较白啦。啊，对啦，对啦，对对。真重要就讲，咱碰巧伫观察太阳的时候，拢会看到一粒乌乌，那是人的、啊、人迄个雀斑安尼，会、嗯嗯、叫做乌珠。咱太阳乌珠，嗯，嗯嗯啊，咱看到即个黑子的放大就是安尼，嗯啊,嗯、啊，你茫叫是讲即个乌子小粒嘛呢？伊这着比咱的地球较大。哦因，因为因为。 太阳的直径本来就是地球的一百零八百倍嘛，嗯、啊，所以相对嘛就较地球变大。嗯嗯嗯，嗯嗯啊，这内底足足侪足侪，像那像迄都吸潮啊、天安尼啊，即个太阳的即、这个黑子吼，是毋是讲诶、欸，除了讲看起来乌乌以外，对咱地球嘛是有足大影响诶。有真大的影响、喔，咱先来看吼、喔，迄、那个太阳的黑子吼，过去科学家讲，十一年出现一届。 对讲，就是每、嗯、每十一年时出现作灾，啊，慢慢啊，佫慢慢减少期。对讲十一年一个周期，但是最近拢乱起来，最近拢乱最近拢乱起开，所以造成规个规个地球个生态变化、嗯、真真厉害。因为乌子内底诶一寡迄个阻力线，伊是伊一、嗯嗯、一种能量嘛，伊伊一直爆炸爆炸爆炸了以后是拄啊拄啊，即个佮讲过，爆炸了后是一寡一寡一寡能量的，伊著阻力线，伊迄个。 伊个喷射，伊个光线，对，走来走来地球嘛，走来地球，伊就变做讲太阳的暴风雨，叫太阳风暴，嘿，就是太阳的暴风啦，对，哦、太跟到太阳的暴风嘛，嗯、啊，就是讲太阳的暴风甲乌子有足大的关系嘛，嗯、啊，所以讲科学家最近观察讲乌子的周期最近那是无照较早伊个变化呢，各位朋友。 咱讲即个太阳诶，奥主无照原来规矩，其实是无法度有人会当甲太阳定规矩啦，因为无受咱管诶吼。啊，毋过吼，即、這个太阳即、這个奥主，咱知影讲太阳，咱伫咧地球顶悬看着看着太阳就是发光发热，但是伊发射毋是敢若光甲热，迄是咱咱人的感觉吼，咱人诶目目睭啦，甲咱诶生活会当接受到诶。其实伊伫咧宇宙当中会发射足侪无共款诶一寡射线。哦哦，包括 X 射线、伽马射线。嗯 吼、哦、啊！一个宇宙线，嗯、全部拢有啊。太阳的迄个辐风雨，就是太阳闪现。吼<對>、嗯哦，我照一个图，科学家讲，若万一两千杠十二年来来是吼，<對>太阳的闪现甲磁暴来是会安怎？第一<對>，人造卫星受到影响。对。咱的电脑受到影响，你的你迄个行动电话、电话受到影响，对无？嗯、啊，你的汽车受到影响，啊，所有所有迄个。 发电有关的系统拢受到影响，那严重嘞，规、嗯、个停电，喔、电脑拢未用起，吼、喔，人造性未用起，就是讲，规个地球人文明人即摆活动的暂时停止。对。上严重的是安尼，啊，嗯、到底怎样啦？无人知啊。科学家嘛，讲啊足济啦，啊，就是讲，两千零十二年的十二月，一定有太阳的暴风雨会来。对。啊，迄、那个暴暴风雨，毋是像咱咧落雨、拍拍雷公样的。 也是足强的光线甲一个能量，嗯，来、啊、会安怎樣？咱其实唔知影。哈、啊，即太阳吼，伊的排风吼，伊造成的影响非常的大，有可能啊，哦、啊，咱所有用到一挂无线嘅一挂设备吼、哦，拢会受到影响。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对咱人类即卖科技的文明的生活吼、哦，影响非常大哦，真侪代志咧，诶，荷兰无多继续去做落去。 到底啊，这个影响会造成咱啥物不便的所在？咱伫个休困节以后吼，请咱江丰云博士继续来甲咱说明，到底这个太阳对咱生活影响有偌济。又搁蹲来咱的全球文化网，我是主持人 Jack。 啊，较多啊吼，咱讲到即个日头吼，就是咱太阳个部分吼。其实啦，咱知影讲中国字吼，有一字叫做智慧个智。啊，智慧即个智字字吼，就是知加日嘛，就是知影即个日头。所以讲吼，古早人就知影讲，真济智慧是伫咧日头内底。元素个时阵，即字吼，迄个日头、那個、就是一个圆圆，两、嗯、一点，啊，迄点是啥？就是咱较多啊讲个即个太阳个奥兹啦。所以太阳奥兹对咱人类个影响。 真正是袂袂少哦，吼、哦！啊，到底即个太阳乌子吼，对咱即个地球，较多讲着讲气温的即个变化，到底即个气温变化的即个元素，即个凶手到底是二氧化碳，还是讲即个太阳乌子？古早人咧观察即个太阳日头的时吼，嗯，你若目睭看，也是间接落去看的时吼，规条拢讲发光嘛，啊蚵蚵，今看着乌乌，嗯，乌乌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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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嘛，所以乌子是人类古早人。 观察太阳是上早看到，的，讲哦，啊，叫乌，乌、哦、一点一点是啥？啊，其实乌子科学家即摆已经有较清楚，你高级朋友你来看，即个即个乌子，吼、喔，假设即个乌子，吼、喔，伊放出來，来你看一条线，一条線,线，这叫啥？子主力线，真侪啦。嗯、啊，这主力线变到、哦、变到能量，变到光，变到热，走来地球嘛。嗯、啊，最近地球逐个拢讲，地球愈来愈小，啊，拢讲是因为哦、喔，咱。 咱是石化工业，也是污染放出来二氧化碳，吼、哦，就是 C O two 嘛。二氧化碳啊，讲是这是自成咱的地球变小的原因嘛。<對>啊說說，讲说咱要爱用北京，伊讲咱的节能减碳，嗯，敢对？还足奇怪呢，敢对？那照阮讲也是，二氧化碳是自成地球温暖化的的、会变小、的少部分的原因啦。因为伊也造成即个散热不良嘛。 对，小鹏啊，佫佫而且二氧化碳毋是造成地球，咱咱讲啊，叫温室气体，毋是主要，主要是甲烷，甲烷对啊，是牛放屁，对，啊，即拢甲烷嘛。啊，所以像澳大利亚就是就是澳洲，哦，伊无爱签迄个京都的议定书，就是迄个二氧化碳的。二氧化碳的量，爱爱爱，等于甲一九七五年代伊无爱签嘛，因为牛作多。啊，你若点你牛，你饲几只牛的时。 一讲放出偌济屁个时，我著来抽水。啊，你那、你那袂？汝当无爱啊？我、无我毋拆吗？对。所以证明讲，其实地球愈来愈小吼，甲即个污染关系并无济。上重要的原因就是拄我讲个恶猪。恶猪。即是、即、啊、是有证明讲，甲恶猪有百分之百的關、這个关系。即故事是哪呢？真少人知影讲，即、這个科学个研究，美国有一个计划叫做 Lucifer Project，叫 历是话计划，这个计划要要改造木星啦。嗯，木星要怎改造？啊，木星是哪较要改造，因为木星古早是一个小太阳，你知道？伊会发光，每种木星光慢慢仔、慢慢仔消失去，怎入去太阳？入去太阳系变到讲今仔个，的太阳系个九大行星,星啊，吼、嗯，诶，木星呐慢慢啊，个发光，嗯，会影响。 火星和火星温度还是环境，咱、嗯、人就当去移民。哦、嗯，嗯、啊，所以伫一九九九年就用一粒人造卫星，内底就就有许条性能个个个个废料呢，所以叫做弄木星。嗯。报纸嘛有看过，啊，让木星慢慢啊发光，慢慢发光要创啥？要影响火星啊，和火星变到咱人当去移民。结果、嗯、电脑用安尼研究是。 是 OK 的哦，但是真正去弄了以后是，是太阳的乌子最近这几年开始激烈活动，嗯，啊，造成今仔日诶地球的温度也悬起来越。越來越所以美国甲澳洲嘛无签这个京都的议定书，因为美国是造成地球愈来愈热的凶手之一。嗯，啊，这个这个才是足重诶，美国也唔敢否认啦，古早迄个神闻内底哦，牛逼。 伊其实是宙斯嘅意思咧，伊、嗯、是伫心内咧就动了咧摄星，啊，因为地球愈来愈热，是其实就是美国要改造规个太阳系，啊，影响到太阳黑子嘅活动。嗯、所以咱拄仔讲过，黑子十一年嘅周期变做暖气啊，嗯、所以真少人知影讲即个其实原因是遮嘅。所以地球到底愈来愈小，也是愈来愈冷？其实两种无同嘅讲法咧。嗯、啊，过去拿入去电脑诶。 入口的网络，你若拍讲地球变较烧，地球暖化是一个大骗局，拍即个关键字入去，你就看到哦，大概有十几万、十几万笔的资讯，拢来讲地球愈愈来愈烧，即是骗人。嗯，足实科学家咧认为哦，嗯、<哼>所以哦，咱咱毋好因为咱看报纸、看电视内底讲的，咱就相信讲伊讲的，其实真侪拢毋是安尼。哈，所以讲吼，各位朋友。 咱嘛知影讲吼？最近好奇吼，即个吼探测车已经去登陆火星，但是另外一台航海家吼，已经要走出即个太阳系嘅边缘啊。嘛。到太阳系边缘要离开咱嘅太阳系，对。所以是全世界第一个人造嘅物件飞出咱嘅太阳系。对。對啊，结果吼、哦，到最近咱才咱才吼诶，地球人则理解一件代志，原来即个太阳毋是讲干哪讲吼伊嘅一寡射线去伤害着生物，其实伊咧保护咱规个太阳系哦。 因为咱咧宇宙当中吼，有即个外口诶一寡宇宙诶射线，会射入来咱即个太阳系内底，结果啊，伊就是会破坏着讲咱伫咧太阳系内底诶一个平衡呐。所以讲，原来太阳因本身嘛是有咧保护咱即个太阳系。啊，你即马目前若是讲吼，个个变做另外一个太阳诶时阵，伊就怕哦，伊就怕哦。啊其，其实其实太阳伫人类历史上甲文化上是相当重要。咱老话讲过，无太阳是无生命。 对，伊无光嘛？太阳若若化去，火若化去的是光线若无去，是人类都灭亡啊！但是放心啦，咱拄未着啦，伊会通阁继续烧五十亿年。你看我，我都活五十亿年，有、嗯、可能嘛！啊，伫人类内底，迄个过去历史内底的时候，两两个，你仰头看天顶，有两粒，两粒甲咱上接近诶，一个月球，对，月亮嘛，跟、嗯、太阳，对。所以讲，咱古早。 古早咱个历史上是无无能对一个国家个上原始个民族，拢为即个太阳当做神。对，其实吼、喔，你不管地球上无共款个文化，拢共款有一个太阳神。所以讲哈，咱知影讲吼，对即个太阳对每一个文化影响非常个大。啊，咱来请问一下江博士讲，诶、欸，就咱个研究内底吼，对太阳影响吼、喔。 文化造成上较大，诶，就是应该是倒几个国家为主咧。就是所有有古早文明诶国家，不管是埃及，嗯，不管是古早中国，中国嘛是古早中国嘛是讲太阳嘛是尊敬太阳嘛。吼、嗯，啊个咱知影玛雅文明，吼啊啊是古早诶，苏美苏美人诶，苏美文明，吼、嗯、古早啊是希腊罗马，伊神未内底有阿波罗神的太阳神嘛，嗯，对无，阿波罗神太阳神做水镜。 对啊！伊毋是干呐，伊毋是干呐，一个神咧。伊个，伊个，迄个特别诶能能力咧，啊，个艺术家咧，伊咪讲话真牛，讲，佮佮佮佮佮，揸一个竖琴啊，都蛮好听。对。啊，所以讲伊是万能诶咧。啊，说古早诶，古早人看到太阳，认为是神。啊，阮诶研究嘛认为讲，太阳其实有生命。嗯。吼，太阳其实倒是一个电焦台生命。嗯。啊，你袂当认为讲六千度温度，就无生命体，奇怪诶。 无人来讲，生命一定甲一定甲甲地球人共款。对。咱地球人是啥物？你输氧气，吐二氧化碳，嗯、对无？无人来讲，所有全宇宙嘅生命爱甲人共款。人是安怎呢？不管查甫查某，拢是三寸肉肉，矮矮肥肥，面有七孔，中有头髪。嗯、对无啊，你讲知影讲？太阳若有生命，伊敢面有七孔，中有头髪。无不一定啊啦。伊搭是一粒火球你，你你你著发成光线。 嗯，所以讲，上物叫做上帝，上帝就是那是一条火球安尼你得放出光上来，但是有出可的，对，太，迄叫做上帝。其实吼、喔，各位朋友，咱知影讲即个诶、欸、过去啊，咱对生命即个定义就是讲，爱参照咱人，还是讲生物共款，著、就是以咱所见的为主啦。但是最近科学家有发现哦、喔，应用即、這个呃哈勃望远镜吼去看宇宙的时阵，看着太空内底啊，有一寡迄、那个咱卡多讲的电场态伊也开始变化。 甚至讲，敢若浮出文字诶方式共款，啊，科学家研究，万一真若是一个巧合吼，可能啊，规个宇宙毁灭了后，佫重生，可能五十万界，搁无法能巧合，所以讲咧判断，有可能才会电常态，是毋是一种生命诶方式来存在，所以讲即个生命嘛无一定是讲吼，甲咱人所想诶共款，无的确伊嘛是一种电常态哦。对，拄啊主持人即个讲着着是，咱用即个图来看，你看，规个。 规个太阳内底个迄个电浆台慢慢发生变化。嗯，啊，我我是研究生物科学的，吼，研究自然科学，但是我业余研究大宇宙、宇宙外星人。阮认为讲其实太阳是一个生命，嗯，啊、电浆的生命体啦。所以电浆的生命体你嘛未当叫来食。任何生命是你你爱互相尊重的。爱尊重、這個你。你当你当你食也是<嗎>也是伊就看发生变化。嗯、啊你，你为木星。 好好啊,、嗯、啊！你互目前发光，要甲伊要甲伊生这个光线，啊啊，都废气啊！所以你这几年来，伊原子都开始不断的活动，啊，不断的活动着放出咱拄啊讲到的，一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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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寡一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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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嗯、啊，所以这对咱的地球绝对是影响相当大，哦，影响相当大。所以吼、哦，地球啊，咱拄啊讲到地球的暴风雨叫做、就是、太阳磁暴嘛，你看这佫也较翕着，嗯，规日、啊、日头就放出微微四面包安拢放出即落即落强的光线，啊，毋知影强的光线佫有迄落带有杀伤力的一寡放射线，吼，啊，佮高能量。 啊，所以讲影响着咱拄个讲着，哪怕你那个地球，影响着咱的咱的电脑，影响着咱的咱的通信系统，哦，咱的人造卫星，规个拢拢受到影响。嗯、人类的文明的活动都受到影响。啊，这得得热热着热着，这有生命的太阳嘛。啊，所以人讲哦，嗯、其实生命定义要阁重新思考。着。 其实吼，咱知影讲伫咧全世界吼有真济国家甲太阳拢有关系。就参像讲中华民国即个国旗啊，本身就是一个吼十二时辰画出来一个太阳的图。但是咱知影另外一个国家叫做太阳帝国，就是咱定定咧讲的日本啊。日本就是规粒的太阳嘛。对对对，啊，咱知影日本古早因咧拜叫做日照大神，日照大神就是拜即个日头为主。啊，即个日照大神因 先讲吼，即个天皇就是日教代神，伊转生的嘛。但是因都有一种另外一种身份，叫做武士。因的武士道就是咧讲保护咱即个天皇。但是因即个武士吼，为着要保护天皇，因可能有当时啊能力啊无够，因得甲太阳借一寡能力。所以讲吼，因到最后，若是讲因的任务若是失败，无法度继续吼，算讲有辜负掉讲太阳的即个委托时阵，因在做这个动作。 因文化特有诶，就是七百，三对，所以讲真侪人讲即个七百啊，到底要切即个多在以下啊是多在以上吼？听讲啊，因为咱若是讲人真正有即个七轮吼，诶轮脉吼，因是切咧多在以上即个太阳轮啊。啊切开吼，以前是切十二，讲爱甲即个能量吼，讲害吼即个太阳。平等吼太阳。这嘛是一个环保诶思维咧。假实讲太阳也是有一个生命体，有法度互你。 一寡特殊的迄个神力吼，互你一寡神力的时阵，你若要咧使用时阵，服务结束，你都还有即个太阳，所以讲变做因妈啊，变甲即嘛已经无共款的七百个文化。对，但是全全世界较特别就是吼，全世界,的全世界的太阳拢认为是阳的啦，嗯、月亮是阴的啦，但是日本的太阳神是查某，即是较特别。你看日本太阳神是查某嗯，哦、啊伊月神、月亮神查某的。 哦，月亮神天斗全世界都干阿日本安尼俩，剩咧拢无。所以讲着这個太阳，其实伊是有神力，而且有生命啊。嗯，啊，讲到正吼，可能一寡啊朋友可能愈来愈趣味啊，感觉讲奇怪，啊，太阳阴甲阳即个关系到底是安怎？咱么希望讲未来继续有机会，咱继续吼，邀请到咱江浩云博士甲咱讲搁较深入所在。今日真感谢咱江博士来上咱的全球文化网节目，多<對>谢,謝朋友你<好>。再見